我曾在台上分享，什么是成功？就是多了一个选择权。知不知道我们是三等公民吗？如果每天做同样的工作，只有三个结果：每天等几点放工，每个月等几号出粮，每一年等几时加薪。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模式吗？你今年几岁了？当你看这张图，正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你还剩下多少天可以追求你的梦想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生活方式是你今时今日做出选择的结果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生活方式，现在开始做出更好的选择，一起来学习吧。谢谢老师，回忆完了哈。